昨天，哈圈的 rapper 孩子王晒出自己捐款18000元的截图，随后网友根据他的单号查出他只捐了100元，图片是 P 的。孩子王发文道歉，说自己补捐了18000元，会认真悔过。结果网友再次查到补捐图也是 P 的，以他名义的捐款多了5笔，分别是1分、2分、1毛8、1块8、1块8。